南山高中魏家豪，记者林月甫社。记者林月甫台北报道。106学年度 HBL 高中篮球联赛男子甲级16强预赛今日画下句点，压轴登场的南山高中以79-63力退南湖高中，取得 A 组龙头。东山高中以71-57击败连两届第四高院工商，站上 C 组首位。本届最终12强球队未能人加伤泰山高中、青年高中、南山高中、南湖高中、木栅高工、松山高中、东泰高中、宜兰高中、东山高中、高院工商及强树高中。复赛在12月19日于高雄巨蛋体育馆点燃战火，届时会先经过分组循环赛，战绩最佳前三名先取得八强资格，分组后三名将展开外卡战争，夺最后二张门票。A 组南山高中、东山高中、南湖高中、高院工商、木栅高工、宜兰高中。 B 组松山高中、能仁家商、泰山高中、东泰高中、青年高中、强树高中。而能仁将进预赛后再次碰上泰山。 B 组也成为本届复赛死亡之组。至于女子12强预赛在12月15日于高雄中学体育馆提前开打，南山高中韩杰成外线开火助队取得分组第一。记者林月甫社。